走走。走。上去。卖包卖包卖包了。请问哪位是天泽君？你好，我是欧天泽。小唐组长正在开会，他请你先去监狱防疫，他随后就来。好，进入。走。门打开，我进去喷药。开门。嘿，喷一下。天泽君，对不起了。把他们的口罩全给我摘下来。嘿嘿。都是，嘿，小唐，你太多疑了。哎，来了来了！好一个乔山真虎啊！这帮日本猪想跟老欧斗智慧，还差点意思。小日本子果然要把林子运走。我是越来越崇拜老欧了。人员也核实过了，确实是防疫处的工作人员。不对，赶紧派重兵去增援，要有林白的车队。嘿，疫情不能忽视，如果有人出现症状，第一时间通知我。你放心，如果出了任何事，我第一时间就找你。今天让你受惊了，田泽君。我奉劝你一句话：识时务者为俊杰。说得好，识时务者为俊杰。告辞。带
林先生，你的兄弟绞尽脑汁要救你出去，只可惜你只为能如愿，我真替他们感到遗憾呢。放心吧，我在这里待不了几天。哦，那我应该恭喜你啊！哼，实话告诉你。 我已经知道你那些兄弟的身份了。这个人，你应该不陌生吧？当然认识了，欧市长的公子欧天泽，一个纨绔子弟而已。你。 不老实，我已经调查过了。欧天泽那时是跟你同一列火车到北平的。况且，你的哥哥林峰和欧天泽的父亲欧慧明都是上海滩又头又脸的人物，你们之间。 一定存在着某种联系。既然你这么有自信，那来问我做什么？我想给你一个活下去的机会。哼，你觉得我需要吗？求生是人的本能，你应该不会拒绝。自从来到这里以后。 这些玩意儿，每天寸步不离的跟着我，怎么，你就这么怕我跑了？只要林先生愿意配合，你任何要求，我都会答应。好，我要跟你平等的对话。替林先生把脚镣手铐打开。